36蚊一份嘅肥牛，又要试下佢，又试下佢。好，嚟啦、哦！会会，冇事冇事。咁有黏性，每日三次新鮮到店，色澤亮麗嘅肥牛，呢、這個份量係細份，36蚊都有咁多。湛江蠔就梗係好食啦，呢、這個蒜蓉烤蠔王17蚊有咁大隻，真係食咗唔會肉赤。招牌寫住每隻活雞4斤重，就係呢隻養咗180日嘅酒嶺雞。究竟呢啲咁大隻嘅走地雞味道又如何呢？一陣間話俾大家知。呢度就見到有雞雜，應該就係啱啱湯起嘅新鮮雞啦。泰國香椰子、馬蹄蓮子竹身、4斤重嘅走地雞，加一個沙蝦漏，會係咩效果呢？幾十斤嘅大龍燉，神仙都企唔穩。48蚊一份虎皮大龍燉，一陣間就滾一滾。打邊爐當然唔少得呢個蠔王啦，咁大隻係16蚊一隻。菜椰带椰子鸡，新店开张约7.8折，柠檬茶2.9帮衬就会有。究竟呢间新开嘅椰子鸡食物质素如何呢？大家赞个好先，我哋继续去片。佳玲娜广场嗰度咧开咗间新嘅椰子鸡啊，跟住镜头一齐去睇下佢嘅出品得唔得啊？去佳玲娜广场唔使搭地铁，只要出咗罗湖关口，由地铁下面嘅通道行过去，就会更加舒服。而家呢度好热闹啊，开咗好多铺头，我哋要早啲赶去攞位，下次有机会咧就同大家再慢慢介绍。哇，咁快就行到去最尾啦！一上楼梯，地面呢度就系香格里拉大酒店，然后转右手边去佳玲娜广场嘅路途咧，我谂好多人都熟悉过我啦。转咗过嚟马路呢边，远处嗰度咧就已经系佳玲娜广场啦。眨下眼又嚟到大家熟悉嘅佳玲娜广场啦，唔使上去嘅，只要行过嚟呢边，再转弯，大约1分钟嘅路程，呢度就有间菜椰大椰子鸡，就系呢度啦。事业酬宾30蚊抵50蚊，即系7.8折，每台限用6张。喺门口隔住玻璃就可以睇到呢啲生蚝啦，啱唔啱食啊？啱啊，系咪咁大只先食嘅时候？入去睇下咪知咯。诶，师傅麻烦你。楼下呢一层就得2张台，但系就唔使行楼梯。好啦，我哋转上去楼上睇下咩样先。呢度嘅职员好忙啊，有啲负责洗鸡啦，有啲负责切材料啦。呢边就喺度种青瓜。一坐低，我哋未嗌嘢饮，未点嘢食，就已经有支茶啦，成支酒咁样样嘅，帮我斟茶咁好啊！阿老婆天时鼠意啊，饮呢个啊！大众点评买2.9就一杯鸭屎香柠檬茶，2.9喎，系啊，不过我哋细路仔时候饮嘢嘅价钱差唔多。服务员就提醒我哋可以买大众点评嘅优惠券。你買嗰、那個券一次過可以買6張，嗯，1張台一次可以用齊6張優惠券。哦，係啊係啊。新開嘅店，冷氣都涼啲，服務都好啲，優惠都多啲。最重要咧就係、是，嗯，冇咁多人知，所以唔使排隊。頭先入嚟嘅時候，見唔見到雪櫃有幾樣嘢啊？唔知入邊係咩嚟咧？我哋去八卦下咯。而家34度，我哋坐嗰个位啲冷气真系好旧喎。系啊，咦喂，老友你睇，你睇下师傅喺度搞乜嘢？呢个系咩？呢个椰肉，泰国椰肉。哦，泰国椰肉，咁样彻底清洗就可以干净利落啦。椰子鸡就梗系有椰子啦，呢度嘅椰子咧就现场即开，然后就将呢啲椰汁倒落个壶度，一阵间打边炉就可以用啦。喂，老友咁多椰汁。攞一樽嚟飲下先啦，不如都得噶。酒嶺雞就即係酒地雞，哇！每隻4斤重，有冇啊？有喎，180日喎，真係有。我膽冇咁大隻，好笑啊！每隻雞都係運動員，我哋一單食呢個運動員啦就。呢度係鮮貨市場，有啲超大條嘅龍燉，哇！咁大條嘅，究竟有幾大條咧？手臂咁長啊！切出嚟嘅龙胆肉就系咁样样啦，呢度就系鱼肝同埋鱼肚，呢边就有牛肉，
呢個係雕龍肥牛嫩肉。根據職員講咧，就是、每日三次新鮮運到嘅。大家睇下現場師傅點樣切牛肉啦。我好中意睇人切牛肉噶，因為睇人切牛肉咧係一種享受啊！我覺得就咁睇落去，大家又覺得呢度嘅肥牛質素如何呢？開放廚房就有呢個好處啦，可以清楚睇到呢度嘅師傅點樣整蠔。呢啲係咪都係湛江蠔啊？係啊，咁大隻嘅，師傅你攞喺手睇下。哇，成隻手板咁大隻啊！係啊，頭先睇佢開蠔啊，幾專業啊！一隻就夠，兩隻就飽，手板咁大隻。坐低點餐，用微信掃碼。原来椰子鸡有几种不同的配料，我哋不如要个竹生黄椰子鸡啊！呢度嘅湛江蚝咧系10蚊只嘅，一号系我最爱嘅湛江蚝。诶，仲有一只蚝王啊，蚝王系16蚊只，唔知有咩分别呢？咁大只，话咁快，我哋嘅竹生椰子鸡就嚟啦！竹生马蹄莲子加埋4斤重走地鸡系178，墨鱼滑加虾滑42。巨型湛江蚝王16蚊一只，细份嘅肥牛36蚊，杂锦蔬菜拼盘39，虎皮龙趸48蚊，细份吊龙39蚊，新鲜香茅土68蚊，咁大块嘅，系咪你点嘅？系啊，好味啊，牛块热。服务员话呢只鸡煮6分钟啱啱好，台面就有个沙漏。如果嚟食嘢嘅话咧，呢个沙漏咧一次系3分钟，要翻2次先啱啱好啊。六每一样嘅食物咧就有唔同时间，台头呢度就写得一清二楚，大家可以慢慢参考。食鸡嘅调味料就要盐西、小米辣、葱花，加啲酱油之后记得落沙姜啊。6分钟之后嘅鸡啱啱好啊，大家感唔感觉到啊？仲有弹性嘅喎，系。呢嚿大嚿嘅，隔篱细嚿，鸡背呢个位置都完全熟透啊，同埋冇乜肥膏啊，呢只鸡系。跟住再睇下呢嚿鸡髀，鸡髀位置，哇，都系冇乜肥膏啊，同埋冇粉红色，系煮得啱啱好。首先就乜都唔点，试下呢个鸡味先。系喎，堅實彈牙，要托住個下巴。你要試埋個雞皮喎，因為個雞皮咧唔肥啊，爽爽地嘅。因為係運動員雞，所以肌肉咧好紮實。呢只雞如果再加啲沙姜落去，應該就會更加有風味啦。加啲沙姜真係香㗎。新鮮沙姜。温馨提示：呢只雞熟咗之後，最好一次過撈曬出嚟。咁就幾時食都會啱啱好啦。係啊，呢個唔係武林正火令啊，呢個係黑虎蝦蝦滑好嘢嚟噶。因為咁樣咧都唔跌啊。除咗有黏性，仲會見到一粒粒嘅虎蝦肉。好啦，下水禮開始。墨魚蝦究竟跌唔跌咧？唔好打落我度，你真係你個頭頂。我都唔知噶，試下先。去，唔跌冇事。咁有彈性嘅墨魚蝦，真係好想試下個味道啊！同蝦滑一齊淥3分鐘就得啦。個黑虎蝦滑顏色好靚喎，大家睇下呢個蝦滑係咪覺得好吸引呢？仲可以見到一粒粒嘅蝦肉，係係咪有蝦味？有彈力啊！係啊，我打咗啲蝦膠加啲蝦粒落。哦，好似食緊雲吞麵嗰、那個嗰粒蝦咁樣啊！係啊，好彈。食咗一粒粒嘅蝦，我起碼食到2隻。呢個抵賺，食得一隻飲杯。我俾24蚊你，你買一斤蝦翻嚟，打個蝦滑，再加啲蝦肉入去，俾我食啊！老啦，我嚟食啦。呢個墨魚滑都有一粒粒嘅蝦肉可以見到嘅喎，食到墨魚肉啊，一粒粒。有墨魚肉嘅。跟住就有墨魚嘅香味啦。好食喎呢個粥。跟住就系头先见到即开嘅蚝王，哇！每只都好大啊，16蚊只，究竟有几大呢？大过只匙羹咯，咁大只生蚝，原来3分鐘就搞掂啦。呢度有4隻蚝，淥完之后咧就系冇缩水嘅，4隻蚝已经占据咗我哋嘅罩呢啦。好满足咯，睇师傅系。大家如果嚟食椰子鸡，
这个火锅的蚝王呢真的要试一下。只要喜欢吃生蚝，吃完你一定认同我这个讲法。喜欢吃生蚝的还可以选择这个湛江官道蚝，10元一只都不算细只的，和匙羹的比例。但如果和头先的蚝王比较，体积就当然有分别啦。跟住就试一下39元一份的吊龙，灼8秒就啱啱好。吊龙的样子不错喎，大家不要客气啦。好不好吃啊？个吊龙好甜啊！再点少少青柠加沙茶酱，更加有风味。36元一份的肥牛，又要试一下佢？又试一下佢。好嚟啦！会会，冇事冇事。咁究竟系咪真系黐住嘅咧？等我试一下先。有黏力啊！系啊，真系拎得起噶，有黏力啦。呢个肥牛系几耐啊，老婆？麻烦你睇下。8至10秒。8秒之后嘅肥牛，哇，好靓喎！我系话你好靓啊，一样咁靓。我未试过食肥牛咧，佢白色嗰个部分咧，白色嗰个部分咧系会更香嘅。肥牛金香，吊龙鲜甜，唔知道大家中意食咩味道呢？这个就是刚才大家看到几十斤重的龙趸，哇，几厚的皮。这一份呢细份的是48元，真的几十斤的鱼才有这些鱼皮，不怕你不理。好了，一分钟之后的虎皮龙趸就是这样了。哇，大家看看是不是很吸引啊？还有这个鱼皮含有胶质的鱼皮，我看你的样子好像很满足咁啊！真的好吃的老友，这个新鲜黑毛肚啊，吃个男人好啊，真的劲嘢嚟噶！咁大条啊，唔系，系咁大块嘅黑毛肚，好难得噶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搞完。完之后都是咁大块，冇缩水，得喎、啊！你呢块六黑毛肚最紧要啱啱好。好点子脆啊！可能大家唔知道，原来黑毛肚仲有好丰富嘅铁质。由于头先嘅湛江蚝好好食，所以我哋再嗌四只蒜蓉烤蚝王，系17元一只。哇，同你手板一样喎、啊！你仲未食啊？点啊？得唔得啊？只我食咗啦，好好味啊！好好味啊！系啊，好甜添啊，仲系。哇！你睇下，佢忍我，佢唔食就係忍我，愛嚟。我而家等你食啊！佢個口好大隻，佢個口太細啦。有蒜蓉味，冇蚝腥味。湛江蚝咧，同其他嘅生蚝又唔同食法啦。佢係甜啦、飽滿啦，冇乜蚝腥味啊，有蚝嘅鮮味。食到咁上下，我去洗手间嘅时候，老板话认得我，但你一定要收钱嘅吓。哦 ，OK OK 吓，货靓就梗系最紧要啦。仲有其他网友嚟食嘅话咧，都系同样今日咁嘅质素喎，要一样，好，咁就好啦。跟住就睇下其他客人食物嘅质素啦，用安踏手机孭住六号影过去，啲蚝都系咁大只啊。另外一台嘅蚝几巨型啊，仲有牛肉。呢一台嘅客人好似系食紧肥牛，大家觉得呢度嘅牛肉质素又如何呢？呢个系店长推介嘅腊味煲仔饭，呢一份咧系中份48元，有好多油润嘅腊味，仲有芋头啊！呢个边边有饭焦嘅喎。本来呢度有服务员咧帮我哋捞匀嗰个煲仔饭嘅，但系冇办法啦，呢个老友咧。喜欢将饭焦留给自己，有照镜，有饭香味，这个长形的丝苗米都 OK 的，真的好吃。以前回大陆吃腊味担心个质素麻麻地，现在真的要改观了。因为刚才我们没有将饭焦叫服务员捞匀，所以吃到下面的时候呢就有一块块的饭焦。皇帝菜我老婆就最爱了。我哋呢啲嘢得唔得？得唔得？得，今晚非常之好。咁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新店新开张，人客如果唔想等位，可唔可以订位呢？啊，可以提前，我有个微信噶，可以加我啦。到时我帮你订一啲位先嘅。好啊，你系店长？系，我系店长。好啊，我姓严嘅。大家如果想提前订位，就可以扫影片里面嘅二维码，就可以揾呢度嘅店长提前订位啦。今日呢一餐免价差唔多600元，但系提提大家记得用大众点评或者美团嘅优惠，每一台可以用6张优惠券，等于悭咗60几元。
然后向职员出示呢个二维码就得噶啦。咦，原来呢度仲有包房噶？系啊系啊。有冇最低消费啊？呢啲没有。哦，冇冇最低消费嘅。冇最低消费嘅。哦，有几个包房，有啲可以坐十个八个。希望大家睇得开心，又有啱用嘅飲食资讯，记得留言赞好，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啊！拜拜。